有没有遇过哪个对手还是什么样演员让你觉得哦好难配合？很怕对到他。对，佩琪姐，你感觉就是有。对，他感觉很多话想说。改了，其实没关系，我当初我们第一部戏一起的时候，最难对就他。因为亚哥八点档，你为什么不讲？而且我们两个第一档戏就是八点档哦，你为什么不敢讲？你演什么？我演一个护士，他也是护士，然后我是里面就是笨笨的护士，然后他是比较精明。好想再看一次讲台语吗？可以讲台语吗？好美丽诊所是喜剧，哦，是那个还好啦。那我说的是那种八点档那种台语剧的，有遇。其实我们比如说遇到很厉害很厉害的前辈的时候，有时候不会有压力，反而会觉得很兴奋。因为我们是那种遇强则强的人，所以我们就会很渴望遇到很强的，你就可以从他身上再学东西，然后跟他激撞出火花。可是有时候真的会遇到一些很新的人，你不去除角色以外的痛苦，例如说有一些人入戏太深，吻戏常常伸舌头，然后激情戏永远他的手就是摆一半在这里。天哪，故意的吧？然后我又演那部戏啊。你又想演了，对不对？我想演了。对，然后还有比如说洗澡的戏的时候，你永远可以感觉得到他的下半身之类的。真的？但是你每天要跟他演好几场这种激情戏，那你真的每一场都是这样，但是你还是得演。天哪！什么？导播想知道是谁？什么？对对对，同时间我也听到。等一下，这个不是购物台。不是你自己，你听嘛，你听嘛，导播讲，你听导播这边。你那是耳屎吧？是现在还在线上吗？哎，有还有还。